女孩睡醒后立马从床上站了起来，此时在她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男人。惊恐之余，女孩察觉到自己衣衫不整，转身立马跑开，而身后的男人却大声喊着：영아야엄마한테말하면안돼아말하면안돼女孩鸣叫应下，躺在她旁边的男人正是她的继父。很小的时候，英夏的爸妈就离婚了，很快妈妈就交往了新男友，正是如今的继父。妈妈嫌弃英夏碍事，决定将她送到父亲那里，给了货车司机一点钱后便狠心地转身离开。但父亲早已搬家，无奈之下司机只好又将她送了回来，但母亲也已经搬走，司机便将英夏丢在了门口。此时天色渐晚，饿着肚子的英夏独自坐在门口，心中委屈不已。她不明白为什么爸妈都不要自己，好在最后母亲还是回来接她了。此后她便和母亲还有继父生活在一起。继父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家里的一切开支全靠母亲支撑着，日子过得非常紧张。不过对于英夏，继父似乎总是多一分慈爱和耐心，还会经常偷偷给她零花钱，所以在这个家里英夏非常喜欢继父。英夏有个叫美珍的闺蜜，也是她小姨的女儿，不过因为外形不太好，所以在学校并不受待见，除了英夏几乎没人愿意和她玩。比起美珍，英夏要幸福得多，起码每天回家都有热饭吃，而美珍的爸妈对她完全不管不问，每天放学后都只能来英夏家里蹭饭。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环境，母亲决定考个牧师，所以经常需要去教堂听课。这天回来，她突然和英夏说起继父亲生女儿的事情。목사님이그러시더라외면하면안된다고은영이도자식이라고言下之意，母亲是想要将对方也接过来。没等母亲说完，英夏就提出了反对。지금무슨광도없잖아。原来这么多年，继父并没有和前妻离婚，对方一直不愿放手，如今又要将他的孩子接过来，那日后这个家还有他们母女的地位吗？似乎是知道英夏的不开心，晚上从外面喝酒回来的继父走进他的房间，满脸爱意地揉搓着英夏的脸庞。英夏不耐烦地让他赶紧离开。这时继父才看见在门外默默注视着一切的母亲，对于他过度亲密的动作，母亲一直都看在眼里，却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隔天母亲和继父来学校找美珍，她的奶奶出事了，英夏也要跟着一切去，却被母亲拒绝了。毕竟就算英夏过去也帮不了什么忙。这晚英夏失眠了，半夜听到母亲和继父的说话声，得知美珍的奶奶不行了。一直以来爹不疼妈不爱的美珍都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如果奶奶不在了，那美珍要怎么办呢？为此担忧不已的英夏找到了继父，忍不住和他哭诉。似乎对于英夏来说，继父比母亲还要亲，遇到任何问题都先想到他。只是对于继父而言，或许并没有将英夏纯粹的当成自己的女儿。随着英夏的长大，情感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不久后，美珍的爸妈找了过来，两人并不打算供美珍继续读书，甚至还想将她彻底踢给英夏家，奈何经济不允许，他们也无能为力。就这样，美珍被带走了，而英夏的生活仿佛在一瞬间失去了支撑，变得索然无味。直到高考结束，英夏才终于找到了美珍。对于美珍来说，能勉强将高中读完就不错了，大学太过奢侈，所以她已经想好要去外面打工赚钱。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们开始忍不住幻想未来的美好生活，而这时母亲也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牧师，教会准备将她安排到偏远的山区先实习一段时间。不过山区环境艰苦，提供的宿舍也很小，只有一个房间，那英夏怎么办？이제대학가면내보내야지다컸는데虽然知道母亲说的是实情，但继父还是拒绝了。엄마집인데그래쉽게결정할게아니다虽然继父没有将话说明白，但母亲知道他只是不想离开英夏。不知从何时开始，继父对英夏的感情质变的程度越来越深，他会很享受将睡熟的英夏送回房间，还会在半夜悄悄起床去用英夏的杯子喝水，仿佛这样就能彻底拥有英夏，让他的内心得到一种奇怪的满足。这天继父特意买了一点酒回来和英夏一起喝，酒过三巡之后，英夏的脸上泛起红晕，增添了一分妩媚感。有些不胜酒力的英夏随后躺在床上睡觉，不料一觉醒来却发现继父也在身边。不知所措的英夏找到了母亲，但此刻母亲正被牧师工作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不仅没有安慰英夏站在他这边，反而不耐烦地呵斥他，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让他不要大惊小怪。回去后因为这事
母亲和继父大吵一架，听到母亲要离开，英夏也赶紧收拾衣服，但随后隔壁传来母亲的哭诉声：왜그랬어이제곧가는데조금아빠도참지왜听到这话的英夏顿时呆住了，他原本以为母亲不过是有些自私凉薄，但心里是有自己的，没想到他早就知道继父对自己别有用心，却从不加以阻拦，或许在母亲心中他不过是用来雇宠的工具而已。这个家英夏是一秒钟都不想再待下去了，连夜收拾好行李搬到了外面。几天后母亲将他叫了回来，想要让他忘记这件事。从头开始可不是所有的事情说忘就能忘的，他可以忘记当年母亲像踢皮球一样将他踢给父亲，但却无法忽略他并不是真的爱自己。很快美珍收到消息后也搬了过来，原本英夏以为只要搬离那个家日子就会好起来，可谁知不久后继父却找了过来，母亲不见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英夏急了，连忙去警局报警，没想到警察尝试给母亲发信息后他竟然回了，看来他只是不想和他们联系而已。此时还在气头上的英夏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如今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赚钱，已经彻底和家里决裂了，上大学的学费也只能自己赚。于是他去了酒吧应聘，没想到的是面试格外顺利，经理看他长得好看，开出的条件也非常丰厚，薪资甚至可以日结。但美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肥胖的身材让他失去了很多工作的机会，没有任何收入的他只能暂时借住在英夏的房子里。不久后英夏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等到同事都走远后他悄悄拿出信封，看着里面丰厚的报酬心里别提多开心了。这时他想到了母亲，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分开这么久，此时英夏早已不生他的气了，对于他来说如今的亲人也只有母亲了，他不希望自己变成第二个美珍，但年少的骄傲还是没能让他低下头，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将和好的短信删除了。就在英夏越发适应当前的工作时，美珍依旧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投出的所有简历全都石沉大海，只剩下一个帮人捡球的球童岗位愿意给他面试的机会。英夏安慰他这次一定可以成功的，虽然这不是美珍最想要的岗位，但现在活下去才是关键。两人聊着聊着，美珍忍不住畅想日后工作的样子，穿着职业装的她依旧会因为身材肥胖显得有些难看，但却多了一些自信，可以独立生活下去的信心，所以这样看来也没什么不好。隔天晚上，许久没有出现的继父找到了英夏工作的地方，对于这个曾经被他当成亲生父亲的男人，英夏此刻只有无尽的恶心和厌烦。아저씨제발인데신경꺼교회도나가지말고여기도찾아오지말라고당신이뭔데继父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英夏呵斥住了，一时间两人陷入了沉默，空气仿佛都凝固起来。最终继父带着哭腔说骗了他。英夏没有说话转身跑开了，其实他也不明白好好的一个家一个父亲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眼看就要到开学的时候了，英夏也攒够了学费，晚上去辞职时经理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说是前两天晚上一个男人送来的。英夏知道肯定是继父，一瞬间百般滋味涌上心头，没有缘由的他想回家，回到那个装满他很多美好回忆却又狭小的家。只是没想到当他推开房门引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空荡荡，所有家具生活用品全都被清空了。这是被丢下了吗？如同当年那般将他随意的丢在路边，尽管他现在已经可以养活自己，可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还是那么的难受，如同一把刀一点点的刺进他的心脏，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英夏恍惚的走了出来，结果正好看见美珍。对于这两个苦命的孩子来说，往后余生他们就是彼此的家人，唯一的温暖。英夏是不幸的生活在畸形的家庭中，但英夏也是幸运的，起码他还有美珍。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身处于何种肮脏苦难中，只要能有个懂自己的人陪在身边，那么在难熬的日子也都有了力量。或许人生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辈子，吃过的每一个苦也都会在未来转化为香甜的糖，一点点的融化在心间。